谢谢，就是很平安，谢谢议员的勉励以及祝福。好，当然这个时间呢，我们的台南市大家长和环卫者黄市长也已经亲临现场了。目前呢，也是我们这个记者，我们的媒体当中呢，共同的在这种六乙的落雨中，在现在终于变成观光景点。那当然，市政府也感谢。 六甲公所的营造，把这个地方不管是停车，或者是这个整个秩序都能够营造好，避免影响到省道的交通。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公司两倍，而且可以让这个地方将来变成一个新的亮点。那过年期间大家避免这个大型群聚活动，但是在这种各自的散开的这种开放空间。 能够度过春节也是很好的，所以说，台南市开辟了一些花海，还有这个六鱼、肉鱼松，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营造一个台南市快快乐乐的、健康的一个城市。OK。